哈喽观众朋友们，周日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啊。今天我们请到重磅嘉宾小易啊，有点期待你怎么介绍我啊。还有我们的碳酸熊掌易小李啊。我们今天要玩一个非常好玩的家庭小游戏，叫做慢问快答啊。规则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有两个题板，上面分别有两个词啊。答对那个人呢，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康师傅香爆脆包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后比谁的面多了？哎，不是，答错或者答慢的人呢，要把之前所有赢的全给对方，胜者通吃。哎，熟悉的制度啊。哎，比如说你有十包，我有十包，最后我答对了，你把你的十包全给我，我有二十包了。看不懂也没关系啊，看着看就懂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好，这场比赛呢，由小曲在场外当裁判啊，说对说错都由他来评判，好吧？不是，你是老板，那你不是有优势啊？你他是也捅过他，且公平公正的，好吧？哎呀，六道轮回。开始了，对了，徐大侠，没了。哎，裁判在耍赖，又来了，出来，公平公正啊！好，那我就直接开始了，好吧？六道轮回，徐大侠啰，在下折叠，碳酸熊卡。辣豆奶，福乐小哥，啪！我一个老虎射门，啪！小乔院长，这也行，这也这么慢也行。啊，嗜血猪，小李名将，不算，小李名将，有的，这也行，这也行，赶紧，豆豆子 EX， 豆子 EX， 我这边声明啊 ，EX 就两个字节和一个汉字是一模一样，没有的，可以，我们按音节来啊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交面，一点都不公正，一点都不公正，面交诚，你刚才如果说粗粗，哎，那就还行，就粗粗 CU 不行，一定要粗粗，哎，是，这个多了，那猫，那当然是狗。吃素的狮子啊！等，裁判，这可以养吗？黄仙狮子没有吃素的，可以养。这样我也不能养。就如果是吃素的狮子，这个人他应该是可以养。谁养啊？那我养。他养吃素的狮子的妈妈至少可以养。比赛就行。行吧，继续。啊，继续。猫小英。哎，猫，那是动物啊。小香猪啊。啊。猴。哎，乌龙猫。四角鸡怎么都是？为什么没有这个交面？没有啊，假牙！美少女，美少女，可以，男朋友的拳头硬了啊，硬！这个，口红壳，键盘，冰块，梳子说过了，梳子没说过，我说的啊，那梳子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老说人家了，怎么回事？老算人家说过了，没记得呀。美少女这么多东西，为什么非得说梳子呢？啊，美少女不能打电竞吗？对呀，美少女不能玩电脑吗？我想象中的美少女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你就想我呀？至少我想象中的美少女是没有假牙的。啊，从我先开始啊，比基尼啊 ，stoker， 海边为什么会有 stoker 呀？我们这个海边又不好安的呀。有 stoker 不是很正常吗？下个。该我了，四角鸡。哦，四角鸡就是那个刀咖，洗发露，大兔兔，防晒油，哎，美少女，棒球棒，他们要那不是大西瓜，对，要玩大西瓜的呀，太阳伞，大西瓜，大西瓜，短裤男，什么东西？短裤男，听起来很变态啊，这个太阳镜，暴露狂。奇怪的东西这么多呀！继续，不要说了。美少年，海蜇头。没了。哎，这都想不出来了，你想个吃的也行。大闸蟹有没有？海边吃大闸蟹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不是，满出来。不是暴露狂 stalker 也行吗？为什么不行吗？海边有暴露狂，有 stalker， 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裁判不公啊！哎，完了，烧脑！我开始了啊！阿博主，暴露狂，那不是职业，不是职业，怎么个钱？有以此为生的人，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怎么了？哎，有的，有以此为生的人啊！行吧，该我了啊！配音员，摄影师，是糟糕。
吗？斯托卡拍人家拿拍人家照片，对不对？哦，摄像师，他说的摄影师，一个是拍照片，一个是给美少女拍 cos 照的，懂不懂？对啊，来吧来吧。啊，那道具师、营养师，哎，主持人，哎啊，哎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，好恶心，没了。赛车手，赛车手，赛车手，靠三个好恶心来拖延时间啊！赛车手，赛车手，赛车手，继续继续继续。啊，女仆长。糕点师，糕点师，什么东西？女武神，没了吧？还有呢？没了吧？女武神，女武神一下把我思绪全部打乱了。游戏里的职业、啊，对，游戏里职业算职业。哎呦，我吐了。那就酸菜鱼、酸辣粉、西湖醋鱼、糖醋排骨、糖醋里脊、胡辣汤、糖醋鱼、螺蛳粉，不是酸、螺蛳粉里头有白醋，大家怎么回事？吃你吃的不正宗，我只说了，吃的不正宗哦。行行行，算你对了，算那酸萝卜，馊掉的饭，那也是。小皮应该挺爱吃的吧？啊，你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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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东西啊？侮辱裁判！你这侮辱裁判！麻了，我麻了。爸爸，儿子，妈妈，女儿，哥哥，大伯，奶奶，外婆，老公，老婆啊，小三儿。小三哪是亲戚？小三不是亲戚，好歹就是兄弟，小三也是亲戚，小三也是亲戚。最后一题啊，是康师傅香茂脆的洛天依城市卡的城市熟啊熟啊，我先来吧啊好，我先来个抛砖引玉，成都啊，那我就西安、上海、杭州、广州、北京、武汉、厦门，哎说说。埃塞俄比亚，巴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巴克，不是，从刚说完了怎么办嘛？谁叫你要先说的嘛？我已经记着好了，我已经记着好了。这道题不公平，不公平，难受。哎呦，这么大一堆呢，你看。我的天哪！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最后呢，我们不是比谁的面多啊，而是比谁抽出来的卡的分值高，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对，也就是我们可能一包都抽不出来，你们就刷刷刷，好几个 SSR 卡，是不是？来，一包包抽吧啊！好，我们就开始啊，比拼啊，比拼，看运气啊！上来一张一分的卡啊，一分的卡 ，Peking Duck， 北京啊，五分的，五分啊，成都。哎呦，我们两个已经比你们十包了。好了，我们拆包全部拆完了，最后城市卡五分，普通卡一分，如果 SSR 呢记十分啊，很可惜我们整场都没有拆出 SSR。不过啊，我们城市卡拆出很多，最后计算分数你们多少分？一共斩获107分，我这里城市卡就200多分了，我们262分好像。被套成，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个康师傅香茂脆的话呢，就可以去购买，在天猫、线下超市、校园周边的店铺啊，你家旁边啊都买得到。这康师傅香茂脆呢，一共有8种口味，吃起来都非常美味，是不是？哎，真香！哎，同时呢，打开微信加康师傅干脆面公众号，或者直接扫描卡牌打开集卡 H5。你就可以一边吃香茂脆一边玩音游了。再给个独家爆料，如果去这个集卡 H5 收集我们城市卡片，还可以获得我们洛天依的限量盲盒，集齐 SSR 卡就可以获得我们洛天依大手办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小姨姨探测熊卡的朋友不要忘记加他们关注啊，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。再给我来一个泡泡茶，挺香的，挺香的，哎，真的很香啊。